草莓，大头上台一鞠躬。哦，这是谁的信啊？哦，是我的，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工作人员拿给我的。哦，没有我的吗？哦，好像有哦。哎，这里有一封。到，嗯，到，嗯，是写错了吗？这大头怎么少一半啊？这不是我的信。别难过了，你也知道这种事情是不能勉强的啦。你这句话是有安慰我的意思吗？没有吗？没有，我的心里更难受了。不然我把好人员的配博告诉你好了。啊？什么？有配博还不早点说？这个好人员呢，最重要的就是第一言，还有第一句。第一言，第一句。没错，这第一言呢，就是要让人家有个好印象。要怎么样让人家第一眼就有好印象呢？哦，那就是笑笑。来来来，你试试看。哦哦哦，不是这种啦，收敛一点，收敛一点的。哦，好。你害羞个什么劲啊？哎呦，大笑也不行，嘿嘿嘿，也不行。那要怎么笑啊？就是比微笑再多一点，而这笑容呢，就是要像寡包。寡包？你知道寡包吧？啦啦啦，啦啦啦！趁现在母后不在，魔镜呀魔镜，你赶快告诉我，你觉得这世上最美丽的人是谁呀？啊，就是白草莓公主你呀。我就知道是我啦。不过你每次这样讲哦，都快害死我了。魔镜呀魔镜，你可以告诉我，这次母后又要用什么食物来毒我了吗？啊，挂包。挂包那是什么啊？母后来了。上次给白草莓公主吃的毒苹果竟然没有用，哼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魔镜啊魔镜，你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皇后殿下，其实白草莓公主不爱吃苹果，所以只咬了一小小口，所以才没被毒死。啊？那魔镜，你快告诉我，白草莓公主喜欢吃什么？挂包，挂包，好啊，那我去找找。谢谢你哦。魔镜啊魔镜，我连挂包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你怎么会说我喜欢吃啊？挂包是一种形状像钱包，里面包着肉看菜。在17世纪，福建沿海居民将这种食物带到台湾，吃挂包象征富裕的意思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母后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这句话应该是我要问的，白草莓公主。你怎么在我的地窖里面呢？我知道哦，因为我今天早上啊，在市场看到很多人在卖那个耶，然后我就赶快来问魔镜啊魔镜啦。哎，那母后，你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呀？我知道，白草莓公主啊，最喜欢吃这个挂包啦。来来来，趁热吃。哈哈，不用，哈哈，不用。母后啊，跟你说，刚刚魔镜有跟我说，这个挂包里面包的是3层肉，哦，很肥的。我最近很显胖，很显胖，不能吃，不能吃的。哼，魔镜，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啊！皇后殿下，其实那个挂包是我想吃的。
你竟然骗我！对对对，五号他不诚实。再试一次，魔镜魔镜，你说谁是全世界最美的女人？大声说！一直问，一直问，又不给我吃挂包，又不给我薪水，又没有放假。怎么从好人缘说到吃的呀？比喻嘛，人家说笑容是很棒的国际语言呢。你刚刚说第一眼跟第一句，那第一眼是微笑，那第一句呢？这个第一句啊，就是人和人见面。第一句打招呼是很重要的，要打得特别，打得令人印象深刻，打到深处无远游啊！有这个必要吗？不然你说说看，你都是怎么打招呼的？你好吗？我很好，那你呢？也不错啊。接下来呢？我打完招呼了。你打完招呼不用说点什么吗？下次见。看你这个样子啊，你的朋友一定不多。什么不多？我的朋友是贵在精，不在多。所以说喽，这问题呢就出在你打错了招呼。那你说说看，怎么样的打招呼才是对的啊？这个打招呼啊是有技巧的哦，我们要让我们说的话题有延续性的。好深奥哦。我来示范一下啊。嗨，大头。草莓姐姐。刚说了要热情一点的，要有果包般的微笑。嗨，草莓姐姐。嗨，大头。你今天气色很不错啊。这当然，我充满的热情。哇，既然你充满了热情，那你就请我吃饭吧。我请你吃饭？对啊，刚好隔壁那间润饼卷还挺不错的。你连吃的都找好了？跟你说，这润饼卷不止好吃了，而它还是有典故的哦。我刘备，我关羽。我张飞，我们三人在此桃园结为异姓兄弟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。我说三弟，今天我们三人结拜如此大事，你的肚子怎么如此不争气？哎呀，我也不想啊，我从一大早到现在。都没有吃东西，而且这个结拜之礼没酒喝，也没有肉可以吃，我的肚皮当然就受不了了。哎呀呀呀！近年黄金贼四处作乱，朝内奸臣当道，百姓们生活困苦，我们三人为人民表率，这个结拜之礼当然要一应酬谢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大哥，你再说下去。天都要黑了，三弟，我这里刚好有一些润饼，来，要是你不嫌弃的话，就凑合凑合着吃吧。还是二哥最体贴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润饼实在是太好吃了，这么美味的食物是怎么来的？我只知道跟寒食节有关。寒食节，那是个什么节呢？这个听我说说。据传春秋战国时代的晋文公，一位思念告老还乡的忠臣介子推，便亲自到乡下探访，却苦苦找不到隐居山中的介子推。晋文公便听信奸臣的建议，放火烧山，好逼出介子推。什么？放火烧山？这方法行不通，行不通！连我张飞这个粗人都知道这个方法行不通。没错，介子推果真就被烧死在山中。后悔不已的晋文公
便定地寒食节，不能吃熟的食物来纪念介子推。啊，原来如此。润饼呢，流传至今，人们也会加入许多炒过的肉丝、海鲜，不过都会将熟食放冷就是了。我怎么觉得我的肚子好像有点怪怪的？为了纪念介子推，所以东西都是生的。我在里面包了一点生鱼片，我记得上个月初八的时候还很新鲜呢。什么？上个月的生鱼片？不结了，不结了！今天的结拜之礼是行不了了。大哥、二哥，我先去茅厕了。三弟，你知道台湾人最常说的一句问候语是什么吗？台湾人啊、哦，你好。不是，是假爸爸。哎，你这样说好像是哎，我明白了，好人缘就是带着微笑问候别人，假爸爸。不过如果只有这样的话还不够，还不够，怎么这么难呢、啊？不难的，你应该还要学会赞美人。赞美人。这个也太虚伪了吧！我这个人哈、哦，个性刚正不阿，不说假话的。哎，不是啊，我是要你赞美人，又不是要去骗人。这还不是一样？你看到一个胖子，还要称赞他瘦？这个我办不到。你可以不要说他胖啊，你可以说他很强壮。那衣服穿的不好看呢？哎，你可以说他真的很自在啊。哎。原来是这样哦。所以你也学着试试赞美别人看看，赞美我一下。哎呦，草莓姐姐，你脸上那颗痣真的很迷人哎。你说这颗痣啊？你换个地方吧。哎呦，你的皮肤黑的有光泽。我觉得哈，你真的不太会赞美别人哈。嗨，我还在学嘛。不然换来称赞我。好。哎，大头啊，我看你这个浓眉大眼的好福气啊，是不是？而且你这个头大脸圆的长得像肉圆呐、肉圆又是吃的。对啊，这个肉圆呐、可是台湾道地美食，大有来头的。又错。柯景腾，柯景腾，怎么又在睡觉？柯景腾，不要这样演这笔错误了啦！你看，上面都是洞，而且啊。换一支圆珠笔好不好？一直漏水，我妈都一直骂我哎。好啦，明天要考试了，你赶快念书啦。我都读完了啊。我才不相信。不然你考我啊。好，那来考考你。你知道伟大的孔子是什么家的代表吗？老人家。不对，是儒家。再考你，比细菌还要小的是什么？这个我知道哦，细菌他儿子。不对。好吧，考你简单一点的。你知道霸王是哪里的名产吗？你怎么知道我今天的便当是霸王啊？而且这个霸王呢，是我们家那边最好吃的哦。我是问你，霸王是哪里的名产？彰化嘛。不，对耶，你怎么会知道啊？那换我考考你哦，你知不知道霸王是从哪里来的啊？霸王，这书上没有写啦。我来告诉你啦，是因为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呢，在彰化北斗这个地方哦，你也知道啊，以前的人他们很穷很穷，很穷很穷，很穷很穷。这是最后一根鸡腿，
我想把它做成炸鸡腿。村长啊，村长，快藏起来，不能让他们看到。村长，村长，哎，怎么办？你一定要帮帮大家。什么事这么紧张哈？最近哈，一点点惹火啦，我们的农作物都泡烂烂了啦。对呀，啊，我们田里面哈，都只剩下地瓜，已经吃地瓜好几天了。你们可以做成烤地瓜、炸薯条，还可以把地瓜做成地瓜粉，然后加一点水，想吃甜的加点糖，想吃咸的加点盐，听起来很不错呢。阿姆哥吼，你手上拿那个东西好像是鸡腿。有没有看错了啦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嗯，拿起来，举手举手举手另外一只手啦，这个是我的武器。什么武器？你说说看。哑铃。有一些人还会在里面加一点肉，还有笋丝，就是大家现在知道的霸王。我的霸王呢？沈佳宜嘞？纸条，你知道霸王的由来很厉害，但是题目都不会写。老师说错的地方要订正10遍才能回家。大，对，我就是，我才会喜欢你，我的霸王啊。我越想越不对耶，这个肉圆不像是一种赞美耶。哈哈，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啦，我是想要称赞你，你这头大看起来就很聪明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刚刚说的是第一印象嘛，接下来是第二关键，所以呢，我们不只要让人家有好印象，还要让人家喜欢你。让人家喜欢我，哦，这个好，教我，拜托教我教我。其实啊，说穿了也不难的，就是热心助人。嗯，热心助人，这可就不一定喽。耶，你听你这话听起来好像不相信我哦。嗯，上星期我就热心助人，就很好啊。可是就被骂了。哎，被骂了？那一天我走在路上，看到一个老婆婆站在马路边。哦，这一看就知道她是要过马路的。是啊，所以我二话不说，一等到绿灯就扶着老婆婆过马路。哦，这样听起来没有什么问题耶。问题来了，一过了马路，老婆婆就开口了。老婆婆说，哎，你这个小孩子怎么会这个样子啊，我好不容易过了马路，你干嘛又把我拉回来了。哎呀，原来老婆婆已经过了马路哦。我只好带着老婆婆再过一次马路了。好吧，没关系的，有补救回来就好了嘛。可是我回家又被我妈妈骂了。什么？又被骂了？我忘了，我出门就是要帮我妈妈买巷口的胡椒饼。你说的是你们家巷口那一间大排长龙，而且每天只卖2个小时的胡椒饼？没错，哈哈哈！我大头博士发明的家庭护理小护士终于完成了，这下诺贝尔奖离我不远了。哈哈，启动，护士一号启动，护士二号启动。很好很好，功能正常，现在来测试一下吧。滴滴，开始扫描。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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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扫描结果，大头博士精神健康指数50分，不健康。扫描结果，大头博士身体健康指数50分，不健康。什么？我的分数居然不及格？怎么可能？会不会是这个机器坏掉了？精神能量扫描结果，大头博士一天睡眠10小时，工作8小时，看电视时间6小时，
运动时间零小时，整体评估不健康。B 饮食健康扫描结果，大头博士早餐吃汉堡加可乐，午餐吃汉堡加可乐，晚餐吃汉堡加可乐，身体健康严重不均衡。哎呦，护士一号这样说，我的运动量好像真的比较少。护士二号说的好像也是真的耶。那我今天决定吃一点别的。啊，哈哈，这就不是汉堡跟可乐了。啊！目标食物标示不明，无法辨别，禁止食用。这个叫胡椒饼，台湾很有名的小吃之一，这个超好吃的耶。啊！目标食物制作方式由来不明，禁止食用。由来啊，好，那就由我来告诉你们胡椒饼的由来。是魏将军发明的，在作战时常常担心吃饭的时候被敌人偷袭，所以将面团烘烤后方便作战时携带，随时食用。后来呢，有人包入馅料，就变成了这个胡椒饼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资料输入完毕。耶，快动啊！三，根据目标精神状况显示，必须先运动一小时。丁，根据目标身体健康显示，你必须要补充蔬菜水果。什么跟什么嘛！你们要搞清楚，我是博士，是你们的主人呢。哼，发现违规行为。我的胡椒饼为什么把我拿走？强制机制启动，强制机制启动，强制机制启动，强制机制启动。加强运动开始，加强蔬菜水果补给开始。一二吃，一二吃，一二吃，一二吃。我现在不要运动，我不要吃水果，我不要诺贝尔奖。关机，关机，关机。所以说喽，要帮助别人之前，还是要先搞清楚的。替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好说好说，我决定了，一定要以你为目标，拥有好人缘，这样就会收到很多粉丝的信。粉丝？对呀，这些信不是都是粉丝或爱慕者来的吗？你说这些信啊，这不是粉丝的信啦，这个是缴电话费的，这张是电费的，这个是信用卡的单子啦。啊，我还以为是粉丝的信呢。哦，对了，大头啊，你刚刚有说你要请我吃润饼卷呐，还有霸丸呐。大头，草莓，我们下次见。可以回家了吗？哎，你刚刚不是有说你要请我吃隔壁摊的吗？